7月1日，昆凌现身北京机场，一组机场照特别的霸气。当天北京30几度的高温，大嫂昆凌这一身也太热了吧。昆凌内搭白色衬衫，系着黑色小领结，外穿黑色长袖夹克，搭配黑色紧身长裤。大嫂，你看下这位路人的短袖 T 恤呀，你们过的是同一个夏天吗？昆凌的马尾高高竖起，还戴着一副大黑超墨镜，手中似乎还拿着黑色的渔夫帽。有粉丝笑称，这一身装扮太帅了，直接从大嫂变成大哥。只不过这大热天的穿着外套与马靴，昆凌真的是一心想着帅气，但黑色偏偏还吸热。昆凌为了这身 look 真的忍受了高温啊，帅得快中暑。7月2日，昆凌资讯站在网上晒出与昆凌的合影，并配文称昆凌与资讯站成员合影，脸超小的。随后资讯站再次晒出两张照片，对于粉丝我们汉娜都是有求必应，签名也不忘落下，前线的小伙伴辛苦啦。照片中昆凌与粉丝们合影，笑容满面，大眼迷人，他还不忘与粉丝签名，也是很暖心了。